有个真空的感觉，怎么会有个真空的感觉？对，就是蛮喜欢这种尴尬的。没关系，大家都会讲。对对对，就继续尴尬我们。好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对不起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就是跟柳婷合作一首是他写的歌，这样。对，就是我的创作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这首歌，为什么有点戏谑感觉？没觉得很好听呢、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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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是觉得好像要讲什么，可是忘记了。就是这首歌叫做，它歌名很特别，叫做恶心。恶心，非常恶心。这怎么可能、啊？哎、欸，有人看过《让子弹飞》是不是？啊，对不起，我看过啊，我看过啊，是有吗？失言，他的老婆跟那个哦死掉的，恶心，非常恶心。好像有点印象了，我看过两次，奇怪。我明明有看过，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我要讲什么？哦，这首歌对。那我简单介绍这首歌，他在讲的就是关于就是有时候当你太过于喜欢对方的时候，你会害怕自己在他心目中会不会变成一个就是负面的存在这样子。这样觉得我一本正经的讲话很好笑吗？算了啦，算了啦。那我快放弃。我们今天就不要走那个，好像是什么张悬的路线。没有啦，不要紧张，他们是在看你的脸，帅气的脸庞。对。好啦，那。他们觉得好。好，来喽！你们还没有忘记歌名哦。来喽。也想要说谎就能够把你忘掉，还是你会喜欢炫耀这种困扰，戒不掉脏的念头，一直萦绕着我。想要说谎就能够把你忘掉。想要说谎就能够把你忘掉。
第六名，耶耶耶！我们要对待这个来宾，要让他宾至如归的感觉，所以请在他离场之前，掌声不要停。